些。所以呢，等于是说你这一个部分的程式要加上去，这个部分的程式哦，大概差不多2468十来行而已吧，12-13行而已，哦，把它写上去就好了啊。这大概那写哪些程式呢？哦，我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哈。第一个，当然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单，但是也是要把它写正确，也是有点难度。第一个呢，因为我们会用到界面上面呢有几个元件，我讲过嘛哈，用到的再来宣告，不用的就不要宣告。那总共会用到哪些呢？身高，哈，身高、体重，身高、体重两个界面嘛哈。还有性别，一个 radio button 一 ，radio button 二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宣告四个啊，这四个，把它 AD test 两个 ，radio button 两个，好，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再来就是说呢，我们底下的部分在哪里呢？它这边程式码会已经有给我们 unclick， 所以呢。